这位学弟，你是来画画还是想来打击报复的？这位学姐，你是来当模特的，还是过来跟我吵架的？哎，两位同学。 你该不是怕黑吧？ 做怎样？这里的每一幅画，都是我亲手描绘的。我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今后的每一幅画，我都只想和你在一起，只有我和你。 素锦，我有件事今天必须要告诉你。其实。